Hello，两位同学，晚上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 PPT 吗？如果可以的话，帮我敲下一，谢谢。好的，好的，很好，谢谢。我们稍等一下哈，到了8点钟，我们准时开始。我们再等最后1分钟哈，大家可以把我们的那个课件翻开，然后看一看，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学的内容。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不等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同学了哈。如果来得比较晚的同学，我们可以通过回放来回顾一下之前可能就是错过的部分。好，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这篇文章哈。
首先在进入新的知识之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都说了哪些内容。我们昨天其实是从写作理念开始着手说起的，因为其实写作理念它决定了你整个写作的这种审美观，就你怎么看待写作。如果说我们对于写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的话，就好像你的房子的地基它是不太牢的，那这个时候你做再多的工作，其实可能到后面还反倒比较危险，因为你对于整个写作的这个审美可能还没有摆正哈。好，那我们说写作理念有个很核心的，在西方的写作这个学术写作的逻辑里面有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写作一定要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这个是跟我们中文有个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中文可能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学作品哈，它在它它它。它它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读者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读者说，你要去猜作者的用意，对吧？我们昨天举了个例子说啊，这个门外的天黑了，那这个说明了什么？这可能是一道阅读的题目，他会来问你，你能不能够猜出作者他这一块的用意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放在一个英文的语境里面去说的话，除非你是在写个文学作品，但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写什么呀？都是在写这种学术写作的这个作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写得那么云里雾里，对吧？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那读者他就不会花时间去读我们的文章了。我们说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去沟通，去说服你的读者。那如果别人读都不愿意读的话，那你这个文章肯定就没有写的必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学术写作的场景之下，一定要去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要做到对你的读者友好。那这个话说起来简单，怎么落实呢？其实落实起来，我们说在篇章的层面的话，我们要做到简约而不简单。就是我们昨天提出了，在英文里面，它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个叫做简明英语运动，叫 Plain English Movement，对不对？就是它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一些很生僻的词。好像其实 native speaker 他们也不太明白的一些词，你自己用的也不太准，然后他们读起来呢，他对这个词的意思他也不太拿捏的好，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太确定，就感觉你整个文章我都不太确定你这个文章的这个用词准不准确，那这个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种云里雾里的，读完你的文章读了又好像没读的感觉，这个肯定是不行。那么怎么样做到？就是说，简约而不简单呢？其实我们提醒了大家，就是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当然在遣词造句的时候，特别是遣词这个层面的时候，不要去选择一些那种生僻的词，对吧？你可能这个你放在字典里面，就是要查好久才能查到的一个词，不用去找这些词哈。我们用一些高频的词汇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老师，我老是用一些高频词的话。其实你看，很多这种标化考试，它有一个评分标准，就是说要体现我词汇的多样性啊。那如果我老是用一些每个人都会用的词的话，我的文章拿不了高分。这个的确是个事实。如果你老是用一些这种每个人都写得出来的词的话，你肯定是拿不了高分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还有同学可能会说啊，我看到那个雅思考官那个 Simon 他的文章，我觉得好像也平平无奇，对吧？不过如此，我 get 不到它到底好在哪里。那它到底好在哪里？其实它就是这篇文章，它肯定是充满了细节的。这个细节它不仅仅是在词汇层面上的一个细节，它也指的是你在句子层面，你在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你在整个文章的构思、立意等等方面，只要是能够体现你的用心之处的方面，你能够体现出来的话，那你就是一篇充满细节的文章。所以说，我们这两节课的目的的话，就是来一起学习一下，怎么样让文章是一篇，就是读者读起来觉得说是充满细节的文章。好，第一个方法的话，其实我们说的是句子层面，其实我们可以多用一些物称主语句，对不对？就是说，把一个句子它的这个主语本来应该是人的时候，我们把它换成一个物，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或者是 it there，对吧？这样子的句子，这样子句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首先第一，它一个东西作为主语的话，这个句子就显得稍微来说客观一些，不要老是从自己出发，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这个句子会显得稍微客观一些。
第二的话，而且它这样的句子的这个谓语动词，一般来说，这个动作是只有人才能发出的。那这个时候，你的主语和动作动谓语动词之间就有一种冲突感，这个冲突感就会提醒你的读者去更加认真地读你的文章。那他读完之后会觉得说，哎，这个句子写得挺好的，你这样写，我感觉好像不太对，但是读完了之后，我又觉得你做得很对。那这种就是很好的一种，我们说增加文章的细节感的一个办法。好，那么在词汇层面，我们也提出了两点。首先，第一的话就是灵活运用词汇。灵活运用词汇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把这个词汇的这个场景可以转换一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昨天以这个 turbo charge 这个词为例，这个词本意指的是这个涡轮增压，但是在文章里面，作者把它用成了什么呀？打鸡血，或者是促进什么什么东西的发展，它的增长。那这个时候，你把一个本来应该在科技文里面这个场景里面出现的词，你把它运用在了议论文，或者是这种简单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文章里面去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词很潮，但是呢，又很用得很地道，就是很贴切，这就很好。然后我们还说有第二个办法，就是可以去转换词的词性。这个词可能平时是名词，你把它换成动词。或者是它本来是一个名词，你把它换成一个形容词，对吧？你把它的词性变了之后，也能够让人家觉得说眼前一亮。比如我们昨天举的这个 dog 这个词的例子，我们说兴奋剂的疑云，它笼罩在了每一场比赛的上空。这个"笼罩"这个词就可以用 dog，对不对？你说 suspicion dogs every race，对吧？这个 dog 就是表示的是笼罩哈。好，这是我们说灵活运用词汇的两个办法。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还提出了说，其实词汇的运用哈，它的那个大的前提是你要把这个词汇用得很准，用准了我们才来谈有没有多样性。如果你这个词用的都是错的、不贴切的、不到位的，你都不用去谈多样性了。好，那么怎么样用准呢？其实我们就从趋势表达来入手。我们说，当你看到一幅图的时候，它可能都是上升，但是它这个上升的这个，我们说它这条线的这个斜率，对吧？或者是它的这个加速度，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那这种都是叫上升，你不能每一个都用一个 increase，对不对？如果所有东西都叫 increase 的话，你就非常的不具体，然后没有到位，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说，你其实可以根据这个线跟横坐标的这个角度的大小，你来确定。比如说是45度角的时候，你可以用什么词？如果是90度角的时候，这种非常非常快速的增长的时候，你要用什么词？我们从上升，然后谈到了下降，对不对？谈到了这两个方面，都说了说我们要把词用得更加的精准哈，精准。当然，如果说你不记得这个词啊，那你还是只是记得 increase，那你还是可以用 increase 加一个副词，这样子的表达来救场。但是我们说这只是一个救场的办法，一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说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之下的话，尽量还是要把这些更加精准的词背下来哈。好，这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文章哈。好，我们昨天其实是把前面3段都已经快速的过完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第一段他写的还是挺好的哈。我们昨天说的第一段说的这个 pile on，对不对？pile on 叫做什么呀？就快速的去积累，对不对？我说 buy juice，它其实在这个 COVID-19 之前哈，它已经这个在快速的积累自己的用户了。好，那么这一段其实大家可以整体的读一下哈，读一下，能不能告诉我你对这一段的感受？有没有就句子和句子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有没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呢？大家可以快速的把这一段读一读，再回顾一遍，看一看你对于这个句，对于这个段落，你觉得它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紧密吗？它是怎么样做到这两个句子之间，每个句子之间，或者是前面那个句子和后面那个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比较紧密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重点内容。或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哈，他说 buy juice，他在 COVID-19 迫使人们这个关闭课堂之前，对吧，就已经在全世界去积累自己的用户了哈。好，
那么后面第二句话哈，他说 India's most valuable private setup，印度最值钱的这个startup 啊，这个公司，用不同的词指代同一个公司，同义替换很好，说 by 句好，很多同学都已经展开了思考，非常好。好，对，其实我们说这个 India's most valuable private startup，印度最估值最高的这个私营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新兴的一个公司，对不对？这个公司指的是谁呀？他肯定不可能说一个我们完全没听过的公司，对不对？完全跟上下文没有关系的公司，其实就是大家所说的。他其实这个他就是在说的是 Baidu，对吧？Baidu 这个公司，但他没有再去重复 Baidu。我们说英语它是非常拒绝重复的一个语言哈。我们中文喜欢重复，我们中文对重复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但是在英语里面，他是非常不喜欢重复的，这是两个语言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好，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上文提过的东西，我换个说法。那这他就把 Baidu 把它说成了是印度估值最高的这个私营的这个新一个一个新兴兴起的公司，对吧？新公司。好，他 was co-founded in 2011，是2011年有两个年轻人共同成立的，对吧？By Baidu。好，那么这个 Baidu 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 celebrity math tutor，对吧？是一个明星的这个数学老师。然后他的这个课程啊，能够 join crowds big enough to fill stadiums，他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是多少人呢？能够足以把一个足球场哈，一个球场都能够填满这么多的人哈。好，就说到的是 Baidu，他和另外一个人共同在2011年成立了这个公司。好。那么，by 2019，哈，tens of millions of Indian children had signed up to use the firm's flagship, firm's flagship product。好，你看这句话哈，他说到了2019年呢，已经有这个成百上千万的这个印度的学生，印度的儿童，他们去注册这个公司的这个旗舰产品，对不对？好，你看这句话。它的前半部分哈，他说的是印度的这个儿童，对不对？说的是它的数量，这个数量跟前一句有什么关系啊？前一句有没有提到哪里提到的数量？其实很显然，我们前面往前面看一点点就会发现，他前面说到这个 crowds，对不对？有一群人，对吧？那么这些人，他 big enough to fill stadium，他其实就是在对于他这个规模、对于数量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他说啊，人多到可以把这个体育场都填满了。那么他后面就用了一个很具体的数据了，就说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这个印度的儿童，他们都注册了。好，我们再看看后面哈，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旗舰产品是什么呢？An application that serves up online lessons intended to supplement regular schooling。他说这是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来。就是相当于是补充我们常规的这个学校教学的这种一个软件，它来提供一些这种在线的课程。好，that year，看到后面那句话，that year 指的是哪一年？that year 指的是前面这句话里面的2019，很好，very good，2019，对不对？好，在那一年是怎么样呢？Baidu's began sponsoring India's national cricket team。他说呀，他这个 Baidu 他就开始这个什么呀，赞助印度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板球队，对不对？OK，好。其实这个 cricket 在英联邦国家还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常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运动哈。虽然在我们国家不太流行，但是在英联邦，包括像印度啊、英国本土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曾经的这种英联邦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呀，都还是比较风靡的。好，那么你想，他这里提到这个 cricket team，他其实是说了说啊，印度这么流行的这个 cricket 比赛哈，相当于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table tennis 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这么一个项目，他能够去给他赞助，其实也就是体现了 Baidu 他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已经非常高了，对不对？你必须是一个口碑良好，而且真的是规模很大的品牌，你的 National Cricket Team 才会支持，才会接受你的赞助，对吧？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几句话之间的联系哈。
第一句话他说到了这个 Baijiu，一上来就说到了这个公司。然后第二句话，它的主语实际上就是第一句话里面的这个主语，对不对？OK，好，那么你看看第三句话，到了2019年，他第三句话谈论的这个开始谈论的内容，其实就是上面一句话最后它结尾的这个信息，对不对？那么到了第四句话，他的这个谈论的内容其实也是前面一句话里面曾经提到过的信息。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揣摩出，在英语里面一个写的比较好的段落，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一定是句子和句子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那么，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怎么样把两个句子，我们说这个 coherence，对吧？我们说在雅思的写作里面。它专门有一项这个标准叫做 coherence，对不对？好，这个叫连贯。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中文写作里面是不太强调的。我们中文可能，当然可能是我自己接受的这个教育已经跟大家已经有一段这个差别了哈。反正我当时我觉得我是没有在这个衔接与连贯这一块儿，好像老师强调很多，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语感在写文章，但是在英语里面，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要求，它是你必须一定要做到的。那么这里面有个要求，就是叫 coherence，coherence 叫做这个连贯，用代词体现，其实你说的是，对，很好，其实它就是 coherence 的一个部分。OK，我们说衔接与连贯，cohesion and coherence，对吧？cohesion 是用一种非常外显化的方式，比如说你加一些连词，对不对？你说，besides、in addition 这样子的词来告诉人们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一种外显化的方式来做到 cohesion。那么，怎么样在内在的逻辑上能够做到 coherence 呢？其实就是和你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要紧密。这个逻辑关系怎么样建立起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第一段里面去略窥一二，我们每一句话后面的这个第一，它的这个起，这个开头的部分呢，一定是前面那句话它曾经提到的内容，是一定的。如果说你后面这一句话的这个信息是 come out of nowhere，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的话，那你这两个句子之间就没有逻辑关系了。就会让人家觉得跑题了，或者让人家觉得说很突兀，怎么突然就冒出了这么一出戏了呢？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它不行。其实我们是有理论支撑的，我们来看看是哪个理论来支撑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逻辑、这个衔接方面的这个点。好，就是我们英语里面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叫做主谓和述谓。Theme and rhyme，OK，sorry，打错了。第二个应该是 rhyme 哈，theme and rhyme，theme 就叫做主谓，rhyme 就叫做述谓哈。theme 这个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它作为一个文章的主题这个意思来出现，但是在语言学里面。或者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面，把这个词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意思的，就叫做主谓。好，这个还是比较抽象，我们继续来看到底什么叫主谓，什么叫述谓。根据语言学的观点，他认为主谓啊，其实就是 what the message is concerned with，就你这个你说的这个信息啊，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它的这个出发点是来自于哪里？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what the speaker is going to say，就是你说这一句话，你是。你总要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个逻辑的出发点，你才要说后面那句话，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主谓，your point of departure。好，那么什么叫做述谓呢？就是 everything else that follows in the sentence which consists of what the speaker states about or in regard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tterance。其实也就是说，你整个句子里面除了主谓，那剩下来的部分就都叫述谓。你既然有一个 point of departure，有一个出发点，那你从这个点出发了之后，剩下的你所有的东西，传递的信息，它都叫述谓。好，这就是主谓和述谓之间的区别。
主谓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对吧？你说了上面那句话之后，为什么就引出了下面这句话？那你的点在哪里？对吧？你的这个逻辑的出发点在哪里？数位就是，那你从这个点走出去了之后，你把这句话说完了，那除了主谓之外，剩下的内容就全部都叫数位哈。好，那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这位老爷爷，他叫 Halliday。OK，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语言学家哈，叫韩里德。这位语言学家是个非常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他自己学的是中文，他自己的外语学的是中文。他在二战期间哈，曾经是做过英国的这个。当时为了搜集情报的需要，他自己去学了中文，他对中文非常感兴趣。然后后来呢，还到北大去读了博士，当然也在南方，就中国的南方，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文章，他的整个博士论文就是说的是中国的语言。这位老爷爷他后来他提出了这个很多非常有造诣的这个哲学，就是你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去看语言哈，他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语言的理论，然后也是现在非常主流的语言学的理论。然后是他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本书叫做《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叫做功能语言学它的一个介绍。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主谓和数谓的这个概念，非常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研究语言学的话，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具有philosophical 哈，具有哲学性。然后，那么这个主谓和数谓，它其实很多同学会跟另外一个概念所混淆，叫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看这句话：Yesterday afternoon, we went to the park。这句话的主谓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它是啥？昨天下午我们去了公园。能不能猜一猜它的主谓是啥？The point of departure，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出发点，整个信息是关于什么东西的？We park，很好。Any other ideas? Went to the park，好。Park，很好。我感觉我完美的把大家带歪了哈，OK，其实这句话的主谓啊，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 yesterday afternoon，昨天下午。我们一般来说主谓哈，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了，好像它跟我们中文里面的这个主语，英语语法里面这个主语很像，对不对？觉得主语和主谓，主语它是一个语法概念，这个句子的主语很显然是 we，对吧？但是主谓就跟主语是不一样的哈，主谓就叫做 point of departure。那么你是从这个点出发，比如说别人问你说你昨天下午干了什么呀？那你就说啊，我昨天下午我们去了公园，对不对？你设想他上句话他问了你什么，那你才会回答说哦，你说昨天下午我们去了公园，对不对？OK，好，所以说啊，这里的主谓是 yesterday afternoon，然后这里的主语 subject 才是 we 哈。好，那么这个句子的数位，我们刚刚说主位是 yesterday afternoon，对不对？数位就是所有剩下来的信息都叫数位。那么这个句子的数位实际上就是 we went to the park。OK，所以注意啊，主位和主语的区别在于哪里？主语是一个语法概念，它是一个遣词造句，是这个语言本身作为英语，它作为一门语言本身，它自己的一个语法的规则，对吧？这个跟可能跟中文、跟日语、跟其他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跟阿拉伯语，主语的位置可能会变。好，但是我们说主谓和数谓，OK，它是一个逻辑方面的概念，它更多的是跟逻辑相关。大家要注意这个区别哈，一个是语法，一个是逻辑。主谓就是说是一些已知的旧的信息，数谓就是一些未知的新的信息。上面一句话，他可能问你的是啊哈，昨天是星期三，那么昨天下午我们在房间里干了什么？那么你们干了什么呢？这个时候你的回答你就说啊，昨天下午我们去了公园，明白了吗？注意哈，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主谓是出现在句子的开头，
然后数位是句子剩下来的信息，这就是主谓和数位啊，以及主语和谓语，这个他们这一个是逻辑，一个是语法的概念的这个区别。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句子。我这里其实跟大家已经把这个主谓已经差不多都画出来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段落哈。On Monday, I have to get to the office early because I need to prepare for a meeting. 好，那么这里面主谓这个第一个句子的主谓就是 on Monday，对不对？在周一，我要干嘛呀？我要早点去办公室，因为我要去准备一个会议。好，那么你看看第二个句子的主谓，这个时候是换成了什么？This will be with two of the firm's most important clients。好，这个句子的主谓就是 this，对不对？OK，this。这就是那个旧的信息，上个句子遗留下来的旧的信息。这个 this 指代的是谁呀？实际上就指代是前面这句话里面的数位里面的 a meeting，对不对？OK，我们说主谓一定是上个句子遗留下来的旧的信息，我们已知的信息。我们为什么要说新的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这个 point of departure，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句子里面。提到了有一个会议，那这个时候你就来告诉别人这个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对吧？This will be with two of the firm's most important clients，是关于我们这个公司啊两个最最重要的客户，对吧？是跟他们开会，and they are very particular and demanding。这个后半个句子哈，这个 they 就指的是前半个句子里面的这个数位，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句子看成两个部分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两个主谓和数谓的。第一，前半部分的那个主谓，对，你可以这样说，主谓基本上都是句子的开头，除非极少数的情况之下，这个句子用了倒装，比如说在口语里面，对吧？什么呀？什么？Yes, he is，然后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team，那这个 team 肯定就是一个已知信息，对不对？那他就用了一个这种非正式的倒装啊，或者是比较口语化的表达。但是绝大多数你在学术写作的场景里面，主谓都是先出现的。OK，句子的开头部分，其实你就可以想，只要是上个句子提到的信息，在我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了，那我这个句子里面出现的这个上个句子的旧的信息，它就是主谓。主谓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旧的信息，已知的信息。OK，好，我们继续看哈。我们刚刚说这个第二句话，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两个分句。它是有两个主谓和数谓的。第一个句子的主谓，前面句的主谓是 this，对吧？数谓是这个，它后面的这所有的部分。然后其中就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客户。那么第二个句子这个 they 实际上就是前个句子的已知信息，就是那两个重要的客户，对不对？OK，他们怎么样呢？这个数谓又开始描述了，they are very particular and demanding，他们呀要求非常的高哈，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要求。然后 so much so that 哈，OK，那么这个 so much so，它的要求很高，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个 so much 啊，要求非常的多，也指的是前面这个 demanding，对不对？particular and demanding，对吧？好，以至于怎么样呢？That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CEO, will be there。好，所以我们所有人呢，包括我们的这个首席执行官，都要去开会，对吧？好，那么这里面提到一个核心的人物，叫做 CEO。那么你看看下面一句话，She doesn't often attend meetings of this sort。这个 she 指的是谁呀？就是上个句子里这个 CEO，对不对？那么你看下个句子的主谓一定是上个句子的数谓里面的信息，对不对？在上个句子里面称得上新信息的，在数谓里面出现的部分，在下个句子里面就已经是已知的信息、陈旧的信息，它就要出现在主谓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说逻辑，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样展开的。你的句子一定是每个句子一定是旧信息加新信息构成的。那么你的这个新信息从何而来？除非你这个句子是你这个段落的第一句话，否则的话，你的每个句子的新信息一定是来自，你的旧信息一定是来自于上个句子的新信息，对不对？你也就是说，你下个句子的主谓一定是上个句子的数谓，大家明白了吗？这样的句子和句子之间才叫有逻辑关系。
这是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了怎么样把句子和句子之间做到环环相扣。它不是说，好像说，就是说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它没有那么的 random 哈，没有那么的随意，没有那么的说，好像idiosyncratic，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它不是这样的，它内在还是有一些底层的这种要求的。那这个底层的要求从何而来？就是说。你的句子一定是由旧信息和新信息构成，那么你第二个句子的旧信息一定是来自于上个，新信息一定是来自于上个句子的旧信息哈，一定要注意。好，这是我们说的主谓和述谓哈，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抽象，我们具体来看。好，同学们可能听到我们刚刚的解释之后，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每个句子我都要，比如说我下个句子的。这个数位，下个句子的主谓就是上个句子的数位呢，其实也可以，就是这样一个 structure，对吧？就比较简单的结构，就我是 theme one，然后 rim one，然后第二个句子 theme two，这个 theme two 就来自于 rim one，对不对？然后再又是rim two，再来 theme three，这个 theme three 又是来自于 rim two，对吧？这样子的逻辑结构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哈，也是值得我们去模仿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前一个句子的这个 rim 啊比较的长，它的数位比较的长，它可能包含了好几个信息，比如说 CEO，比如说会议，比如说星期天，对吧？有好几个信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我下一个句子的这个 theme 到底选择上个句子的哪一个 rim 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有一些简单的结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可能。上一个句子的数位可以成为下好几个句子的主谓，只要这个主谓是来自于前面句子的数位，那就 OK 了。你不用非得是说，哎，我这个句子已经到第五个句子了，那我还用第一个句子的这个 rim 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OK，只要是。前面提到过的，你后面就可以当做主谓；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提到过的，你去当自己的主谓，那肯定是不行的。OK，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来说的话，我们说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写作的标准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要做到文章是有这种连贯性的，在逻辑层面上是有连贯性的。那么你想要写出有连贯性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你说的话有连贯性的话。你就必须做到什么呢？All themes but the first should be formed from previous rims，也就是说，所有在句首出现的这些 theme，它必须都来自于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rim。所有的主谓，后面句子的主谓都是来自于前面句子的述谓哈。你以前提到过的已知的信息，否则的话，你这个句子就是跟你前，就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OK，上文跟下文的逻辑关系让别人家看不到，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对吧？感觉好像东一榔头西一棒，东说一句西说一句，之间没有逻辑关系。逻辑关系就是来自于你新的句子的主谓是前面句子的述谓，这是第一。第二的话，parachuting in a new theme and related to what has come before just confuses the reader or listener. Parachute 表示什么呀？叫做。降落伞，对不对？他说，如果你空降一个 theme，你空降一个主谓，也就是说你自己想当然，突然哈，灵光一闪，冒出了一个新的主谓，然后把它放在你的文章里，但是这个 theme 是 unrelated to what has come before，和你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会怎么样？Just confuses the reader or listener，会让你的读者和你的听众。摸不着头脑，他就会开始出戏，他就会开始停下来，开始质疑你。那这个时候你就提高了你读者的认知负荷，你就没有做到 reader friendly，那你的文章他就不可能，他打分的时候也不可能对你 friendly，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的写作理念跟你的写作方法，你的底层的逻辑，他们其实是一个闭环，都是可以息息相关，可以把它联系起来说得通的。这就是说，我们说 theme 和 rim 哈，以及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样展开的？你可以参考这个图哈，
你可以看到每个句子的这个，首先你有个 starting theme，对不对？在断首，好，这个时候你这个句子就会产生一个 rim，然后又会有个 theme，又会有个 rim 啊，它们之间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哈，环环相扣的，不是 come out of nowhere，不是 parachuting a new theme。那么这个时候，好，终于把这个段落结束了，有个 rim 说完了，那么你就 next paragraph。的这个 theme 可能就来自于你上个自然段最后的这个数位，这个 rim，明白吗？也就是说，你段落和段落之间也是有逻辑关系的。你的段落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预告下面一段你想要说什么，对吧？然后你说，比如说接下来我将从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我将从道德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道德就可以成为你新的自然段第一句话的这个 theme，它的主位，对不对？OK。好，这是我们说的，怎么样把句子和句子、段落和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去把它建立起来。好，还是有点抽象，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看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句话：Because she wanted to meet his mother, 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因为她想去看望她的母亲哈，看望自己这个男朋友或者是丈夫的母亲，她就去了伦敦。如果这句话作为一个前面的一个句子，那么它后面的这个句子你会怎么写？大家能不能写一个你自己觉得说后面应该怎么展开，写一个句子出来，是有逻辑关系的句子。能不能试一下大家？因为他想去见他的母亲，他就 traveled up to London，他就去了伦敦。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写出一个有逻辑关系的句子呢？你的句子里面能不能再谈论他的母亲呀？还是去说说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呢？他在伦敦做了啥？好，大家肯定心里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哈。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边就不赘，我就不给大家那个分享答案了。如果大家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在对话框里写出来。好，我们说，其实这个句子的话，如果你要写它的下面接下来的一个句子的话，你就可以说，While she was there, sh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British Museum，对吧？她去了大英博物馆。好，那么你看这个句子哈，While she was there，她在哪里呀？她在伦敦嘛，对不对？那这两个句子，你的主谓 While she was there，它就是来自于上个句子的数位，对不对？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我们说第一个句子，它的主谓就是这个逗号之前那个呀，because she wanted to meet his mother。好，那么它的数位就是 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那么关于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展开，对不对？下面一句话就说，While she was there, sh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British Museum。她去了大英博物馆。这么，那这样写你这两个句子就是有逻辑关系的，对吧？好，我们再看看，如果换一个句子。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 because she wanted to meet his mother。如果这个句子作为一个前面的句子，你要写它的下面一句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写出一个 coherent 的句子呢？能够把两个句子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呢？我们先来分析第一句话，这句话它的这个主谓是什么呀？叫做 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对不对？她去了伦敦，对吧？后面的都叫做数位。Because she wanted to meet his mother，因为她想去见她的母亲。那么你的后面一个句子肯定是要根据这个后半句，根据这个 rim 来展开，对不对？根据这个数位来展开，因为她想要去见她的母亲。那么你接下来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句子？你还能不能再去谈啊？我去了大英博物馆，对吧？我去做了这个伦敦眼，肯定不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什么呀？你就要说，She was delighted to see her。他很高兴能够见到他，对不对？OK，他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个谁是谁的这个母亲，对吧？这就是有逻辑关系的句子，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把这个 "She was delighted to see her" 放在第一个句子的这个后面的话，你这两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显得好像让人家觉得没那么强，对不对？你看前面这句话，他说 "She traveled up to London"，他去了伦敦，然后 "She was delighted to see her"，那。这个 her 指的是谁呢？大家就会疑惑，对不对？你的这个新信息里面没有一个 her 啊，对吧？没有一个他看到很高兴的一个女性啊。
哦，原来是这个 mother，你要从这个主里面去找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逻辑关系就弱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你的新的句子的主谓一定要是上个句子的，或者是前面的数位。如果你不是从数位里面产生的，你是从其他的信息里面产生的，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句子的逻辑关系不够紧密。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Can you do it next week？你下周能把这个事情做一下吗？那如果你来回答，不让人家觉得说摸不着头脑，答非所问，那你会怎么回答？那你肯定要去谈论这里面的数位，也就是这个 next week，对不对？OK。对，非常好。我下周没时间，very good，已经 get 到这个点了哈。对你一定要谈论你下周的计划，你不能说什么呀？不能说。你看哈，我给大家两个答案，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个答案，你就知道了。第一个答案，Next week I'm going on holiday。第二个答案，I'm going on holiday next week。这两个句子在英文里面，如果你不从主谓和数谓的角度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子好像信息层面上是一样的，都说我下个星期要去度假，但是它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吗？很显然不一样，对不对？想强调的都是新的信息，对吧？那么第一句话里的新信息是 I'm going on holiday，第二句话里面的新信息是 next week，但是你 next week 已经是上个句子里面的。旧信息了，你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强调了，所以第二句话就是不够理想的回答，第一句话才算是一个达标的回答。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你的第二句话你说 I'm going on holiday next week，他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呀？是说其实我本来打算度假，但是呢我没有下下周去，我是下周去。你想要强调的是你度假的时间。但是别人问的是你下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一下，对不对？那你要回答的是说，但是下周啊，我要去度假，我要去度假，告诉别人我没空，明白吗？OK，你不是要是告诉别人说我度假是选的下周还是下下周还是明年，这答非所问，OK，明白吗？所以我们说遣词造句它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啊，我把这个句子写出来有语法，符合语法规则，我这个句子就 OK 了。No，它就没有细节。OK，你怎么样做到细节？就是在句子和句子之间，你一定是新句子的主谓是旧句子的数谓，这才叫一个达标的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OK，好，我们就把这个主谓和数谓这个点跟大家说到这里哈，大家现在应该已经明白了。我们说主谓和数谓其实是在逻辑层面上，逻辑层面上来帮助我们把文章写得更好哈。我们说 seems inconclusive texts, whether written or spoken, are conventionally formed from elements of the preceding reams。好，这边跟大家强调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文章的话，你的 theme 哈，你的主谓。一定是来自于你前面的数位 preceding reams。如果你前面没有提到这个新星期，你后面突然提到了它的话，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摸不着头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Introducing unassociated themes generally results in incohesive or incoherent speaking and writing。就如果你说了一些不相关的主谓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的文章没有衔接，没有连贯。OK，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没有逻辑关系。我们说写作它不仅仅是词汇哈，词汇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层面，在句子层面，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这个层面，你就要做到有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从何而来？就从。你的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主谓和数谓的这个角度去分析。我们说主谓就是句子的已知信息，数谓就是句子里面的未知信息。主谓一般出现在句子的句首，在学术场景里面。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在经济学人里面，他非常喜欢用一些不太标准的句子，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哈，说这个去年啊，美国的这个经济啊，下滑了。据一项这个报。什么？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他报道，去年美国的经济下滑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彭博社报道，应该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已知信息，对不对？你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经济下滑了，对吗？但是呢，其实经济学人他非常喜欢什么呢？就非常喜欢说，你说这个America's economy，对吧？Was experienced a downturn last year，然后后面加一个逗号说，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Bloomberg，他会这样说。他会说 "according to" 巴拉巴拉巴拉，说彭博社他的这个报道。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主谓和数谓的这个顺序其实调了过来，对不对？那他这样子的写作其实是不太符合我们学术写作的逻辑的，大家也不要去模仿他。如果你要说根据一个报道，或者说有人认为根据一篇文章，或者 "according to someone"，你要说这些信息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句子的句首，数谓才是你要强调的信息哈。这个是这一点是我们不要去模仿经济学人的，经济学人在这个方面是不太讲究的。OK，好，但是我们自己在学术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强调的信息，新信息要放在数位上，主谓是说一些旧的信息，而且你这个主谓一定是前面句子的数位，它不能够是你自己一拍脑袋突然想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样就叫做什么呀？就叫做考官就会说 "You are jumping from one idea to another"，就是你思维太跳跃了，你从一个观点跳到另外一个观点，但是我其实不 care 你到底有几个观点，其实我想 care 的是你把一个观点说清楚了没有？OK，好，这是我们说的是句子和句子之间一定要注意从主谓和数谓的角度来分析哈。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再继续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好，第四段。比较简单，我们就还是快速的过一下这个单词哈。这个 sit up，坐直，对不对？坐起来，对吧？Until recently, ad tech firms had rarely made investors sit up。他就说啊，直到最近啊，哈，他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什么呀，去坐起来，对吧？OK，好，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对不对？让我们觉得说对他感兴趣，对吧？好，这个 sit up 其实就是说坐起来，to show interest or surprise 哈。能够吸引住这个投资人的这个眼球哈，OK，好，比如说啊，他要结婚的信息真的使大家大吃一惊，对吧？The news that he was getting married really made her sit up，OK，好，继续。那么这一段里面还有个叫做 blank stares，在他最后那边，blank stare 其实不太叫做翻白眼哈，它叫做茫然的目光。A look that shows someone one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someone else has said or does not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他不是说翻白眼，他是说的是一种很茫然的状态。我不太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评委，他这样的状态对不对？听了又好像没听，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OK，第五段。第五段的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 draw out，对吧？draw out，draw out，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它其实，比如说 draw out from a competition，我们说叫做退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这个 draw out 啊，它是一个固定搭配，它的意思是 lasting longer than is usual or necessary，就是在时间方面太长了哈。比如说这场争论呢，已经旷日持久了，我们就可以说 this dispute has been a long drawn out affair。OK，好，这是我们说的 draw out。好，还是第五段，往后面看哈。Lawmakers in America have earmarked an extra $200 billion or so for schools since the pandemic started。这个 earmark 它其实本意表示什么呀？表示在牛的这个耳朵上给它贴上一个标签，对不对？在这里它就不是说贴标签，它表示的是。指定某某东西的用途哈，to keep or intend something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指定什么什么东西的用途。好，这个例句我们后面，这个 PPT 会分享给大家。例句，这个句子也比较简单，例句大家就回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哈。好，第六段，这个 zippist 它是一个最高级，对吧？它的原型是 zip。A zippy，OK，zippy 就叫做 energetic or fast，OK，非常速度快的或者叫活泼的。
这句话里面他说，For years, many of the Zappist ed tech firms have chosen not to sell to schools or any universities, but to go directly to learners. 哈，OK，他说，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呀，许多极其活跃的这种教育科技公司都没有选择向中小学或者是高校去销售产品，而是直接去面向学生，对不对？OK，就有点像是。叫什么 B to C 是吧？OK，business to customer 哈。OK，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好，那么这个 Zappist 就是 Zappy 的最高级，表示是这种最活跃的、最速度最快的哈。这个例句照样留给大家去看哈。好，Parents in Asia have long been keen to pay for tutoring。好，说亚洲的这个家长啊，一直非常执迷于。去想要给孩子去做家教，对不对？非常热衷哈，为孩子的功课辅导这样的服务买单，对吧？这个 be keen to，be keen to 哈，或者是 be keen on，OK，就表示的是非常的热衷于做某事哈。好，继续往下面看哈。他说呀，他为什么热衷于这样子做呢？OK，that might give their offspring an edge。他们希望这样子，通过这样子的课外的这种培训啊，这种辅导，能够给他们的 offspring，其实这个 offspring 就是 their kids，对不对？他们的孩子一个 edge，什么叫 edge 呢？给他们一个边吗？OK，这里面就表示的是优势，对吧？An advantage over other people。但是这个 edge 啊，它其实不是指的是大规模的压倒性的优势哈，它一般其实都是一些微弱的优势。但是就是为了。对，为了这么一个优势，去还是很多家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斥巨资去给他们的去鸡娃，对吧？好，这个例句和留给大家回去去看。好，继续这一段往下看哈。Supervising remote learning has made parents everywhere more engaged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这个 engage 也比较简单，表示的是什么呀？就 become involved，对吧？or to have contact with someone or something，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哈。OK，让他去投入进去。好，这个例句大家自己看一下。好，最后哈这一段的后面了，这个他就说这个companies that offer after school lessons such as OutSchool, an American unicorn，一个美国的独角兽什么呢？美国的独角兽，什么叫独角兽呀？Out of school，它是一个独角兽吗？什么叫做 unicorn？它这里很显然不是它的这个本意，独角兽的这个意思，对不对？它是一个 out of school 这个公司，对吧？它是一个美国的独角兽企业，对吗？OK，独角兽企业哈，unicorn，那什么样的企业才能被前面有一段。后面括号解释了，OK，all right，很好，好，我们说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被称得上是 unicorn 呢？它其实上指的是，它应该来说是一个新兴的公司哈，未没有上市的公司，它的估值能够达到什么呀？To be over $1 billion，能够超过10亿美元哈，你的估值必须要达到这个水平，你才能够叫做市场里面的独角兽，就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OK，这样才叫独角兽啊，不是随便的一个新的公司，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就都叫独角兽哈。估值是有一个门槛的，那么当你这个估值哈到达100亿的时候，它就不叫 unicorn，它叫 decacorn，叫十角兽，这个公司就更少了，对吧？OK，decacorn，你想这样规模的公司它还没有上市就比较少了哈。OK，这个什么叫十角兽？其实你可以从它的这个构词法也可以猜出来，对不对？deca。就表示的是十，对吧？我们有个词叫十年，叫怎么说的呀？叫做 decade，对不对？OK，decade，very good。OK，好。那么 decacorn 就表示是十角兽。那么在十角兽之上，还有比它更厉害的，叫白角兽，就是这个估值啊，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这个白角兽用英语咋说呢？一百。它的这个前缀是啥？好，我们说白角兽就叫做，哎，hectocorn。
OK，Hector Kwon 哈，如果说一个公司它的估值哈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话，它就叫做白教授。但这两家公司非常之少哈，你都这么高的市值了，你还不上市，那你得是一个多么多么厉害的一个公司，对吧？这是我们说的第六段的这个单词，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第七段他说，Another type of outfit getting a boost from the pandemic。Are those that offer learning to adults？它除了那些用来鸡娃的哈，那些在线教育的那些软件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它也是意外走红哈，在疫情之下走红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叫做那些给成人提供服务的那个公司。那么这个 outfit 就指的是什么呀？它指的是 a set of equipment or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OK。这种全套的服装，或者是一个，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所设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OK，从另外一种这种软件呢，其实就是给成人教育的那些软件。OK，他们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火爆哈，这个装备非常的火爆。好，继续往下看哈，Workers furloughed during lockdowns commonly took online courses。That they thought would improve their prospect. OK，好，他就说啊，他说那一些在疫情之下呀，如果说封城了的那些人，然后他们被准假了，被公司因为比如说像疫情啊，或者因为生病啊，给他们准假了的那些人，他们就会认为哈，如果他们去参加在线学习的话，能够提高他们的 prospect，提高他们的发展前景，对不对？OK，这里面这个词，这个 furlough 哈。就表示的是这个准假哈，就我故意的给你一些假，OK，好。那么这个 prospect，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这个前途，对不对？能够让它 improve their prospect，就能够让他们的发展前景更好。我们继续往后看。他说，remote working has made more roles plausible to more job seekers。OK，好。这个 plausible 就表示是可信的，对不对？OK，可信的。他说啊，远程办公为更多的求职者提供了这种更多可选择的工作，对不对？这个 role 其实就表示的是工作，对吧？不同的这个工作，这个 plausible 它本意表示可信的，但是在这里其实它更多的像是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本身我是更有吸引力的，就因为以前我可能以前要去办公室做干的活。我就不愿意去那里干，但是如果现在我可以远程干的话，那这个活我还是愿意干的哈。这个其实有点像这个 plausible，在这里有点像 appealing 哈，对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的有吸引力。OK，好，然后继续，giving them more reason to reskill。好，既然这个他们更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工作，那么他们也有理由要去 reskill，对不对？那么这个 reskill 是什么意思呢？OK，意思就叫做学习新的技能哈，它不是说再技能，而是说去学习新的技能。OK，比如说很多失业者，他们被迫提高自己的技能，叫做 Many unemployed people are forced to reskill。这一段最后，They are becoming more convinced that spending on staff training can help them hang on to workers to cut the cost of plugging holes. OK，好，往下面看，他这边就说啊，刚刚是说的是这个求职者，后面其实就把这个目光反说到了公司里面哈。这些公司啊，越来越多的公司，他们认为哈，OK，花钱在这个这个员工的培训方面啊。有助于去留住自己的员工啊，hang on to workers，也就是留住自己的员工。好，紧跟不放，留住他们。And cut the cost of plugging holes。OK，我把他们留住了之后，我就能干嘛？我就能 cut the cost，能够节约一些成本，节约一方面的开支，降低什么成本呢？Plugging holes，什么样的洞啊？什么样的坑啊？Plug 其实表示是插入或者是填补哈，封堵。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离开了的话，那这个工作他以前负责的工作就没有人做了，我就要去找一个新的人来填坑。但是如果这个新的人是个新手的话，我还得花几个月去培训他。
万一培训好他又走了，那我这个工作就永远没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去做，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成本，对吧？如果我能够通过加强员工的培训，把他们留住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我去填坑的成本了哈。这个填坑就是这个 plugging holes，OK。好，继续。好，up and coming firms include Guild, which helps blue collar workers at giants such as Walmart and Disney get new qualifications and better up.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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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OK，好，他说这个什么样的公司包括 Guild 呢？Up and coming firms 啊，不是表示长高然后又过来，对吧？它表示是那一些 likely to achieve success soon or in the near future，就是前景非常好的哈，那些非常有前景的公司。一些后起之秀，OK，是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公司，就比如说这个 Guild 这个公司，对吧？还有这个 Better Up 这些公司哈，他们能够帮助像沃尔玛、迪士尼这样的巨头里面的蓝领的工人去获得新的证书，OK，给他们提供职业发展的培训，对吧？OK，这个叫做 Up and Coming Firms，就是那些前景很好的公司。好。这是我们刚刚快速的把单词过了一下，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段落的展开哈。其实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 seem and rim 上，说的是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你这个段落到底怎么写呢？对吧？我知道你句子和句子之间要有逻辑关系，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下面一句话该写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写什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哈。你的 paragraph 怎么样把它 develop 起来？怎么样展开？好，我们首先要说一下什么叫一个 paragraph。A paragraph is a group of related sentences which may be complete in itself or part of a longer piece of writing，对吧？OK，好。那首先呢，你一个段落，它必须是由一些有关联的句子组成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的这个前面后面句子的主谓必须是前面句子的数位，对吧？好，这个段落呢，它能够自己单独存在，或者说这个段落它也能够作为一个长篇文章的某个部分，对吧？OK，好。那么 most good paragraphs are built around a central idea，它一定是围绕一个中心点展开的。The exception being a paragraph that describes a personal scene，就是说，除非是什么呢？除非你是在描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场景的时候，那你是没有一个中心的逻辑点在的，对吧？你可能是以东南西北。对不对？或者是从上到下这样子的顺序，它不太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逻辑顺序。那么除此之外的话，你的文章的这个段落应该来说是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所展开的哈。在英语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句子，段落的结构就叫做 seize 的这个结构，这个 SEES 这个 seize 哈，它分别代表的是四种类型的句子。哪四种类型的句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 S 它表示是 short sentence that introduces the topic，也就是你段落的中心句，对不对？它是一个短句，它不能太长了。它是能够介绍你这个句子的，这个段落的中心意思的。它是能够 control your whole paragraphs，它是能够对于你整个段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的哈。如果你的段落里面说，我说这接下来啊，中心句你说我接下来要谈论道德，结果你一会儿谈论了这个什么哲学，一会儿谈论了法律，就是不谈论道德，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OK，你的中心句是能够 control your whole paragraph。然后，那么接下来这个一是什么呢？Explanation of the main idea in more detail，就是你马上接着就写一句话来解释你的这个。你的 main idea 对吧？你上面说的那个你自己的这个观点，你把它再展开一下，把它解释一下，或者把它 elaborate 一下，对吧？把它具体的说一下。好，这是第一个一哈。那么第二个一叫做 example or quotation given to support the main idea。那么你光说道理没用啊，太抽象了。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试着去举例子，对不对？你举例子，或者是你去引用一些别人说的话。来佐证你的主要的观点，佐证你说的话是对的，对吧？好，那么最后一个 S 是什么呢？Sum up the main idea and all lead to the next paragraph。你首先要把你的这个段落，你可以总结一下，对不对？你说，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在道德层面上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将从法律的层面再来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对不对？这就是最后一句话，这个 S 哈。我们说这个 cease S E E S 这四句话哈，除了第一句话，第一个 S 和最后一个 S 它的顺序是固定的之外，中间这两个 E 的顺序它其实是可以互换的，对吧？当然你应该来说我们是从抽象说到具体哈，OK。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不说那么不一定非得有个抽象的东西，你可以一上来就举例子，对吧？你举三个例子进行一个排比，对不对？OK。比如说你说科技改变生活，好，你的中心观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你第一句话你就说啊，你说因为这个工程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汽车，我们可以朝发夕至，对吧？节省了很多的时间。那么有了通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跨越这个地域的限制，和在比如说几万里以外的人嘛，即时通信，而不是要写一封信等上几个月。然后因为有了这种冷冻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冰箱，对吧？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东西会马上坏掉，或者是把它腌制起来。你一下子举了三个例子，我们刚刚说的是火车、这个电话，还有这个冰箱的例子，用这三个例子来解释说。中心观点就是说，这个科技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子哈。OK，好，除了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它的位置是固定的之外，中间的这两个的位置是可由你自己来决定哈，自由组合的。好，A paragraph should be able to stand by itself if necessary 哈，它自己本身来说应该来说是能够独立成为一段的哈。It should clearly have a main idea。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中心观点哈，你不能说我就 E E S 我没有第一个 C 这个它的第一个 S 肯定是不行的。你一个段落如果没有中心句的话，你还让人家去猜的话，那你这个段落肯定是失败的，这个段落就没有人看了。OK，因为你想我还要从你那么抽象的想法里面去帮你总结一个中心观点，我是有多闲对吧？那这读者肯定不会愿意去读的哈。然后 us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main idea，最好还能够用一些例子来佐证你的观点。And sum up what was said，你尽量还是能够总结一下，这样让人家知道说，哎，你前面说了什么，而不是说还要再回到第一句话去找说，哦，对对对，你说了这个，你的读者是，你想他一下子读那么多文章，他真的是记不住你说了什么，所以你最好能够帮他把他所有要记的。要总结的、要归纳的、要去 expect 的东西，都能够帮他在该有的位置上给他列出来。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哈。好，我们这个我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这个食人鱼哈，以食人鱼的这个为例，如果我们的这个段落的中心句是说，虽然食人鱼实际上并不危险。但是大家都觉得它很危险。如果这是这个段落的中心句的话，你会怎么展开这个段落呢？我们说第一个一就是去 elaborate，对吧？或者是 explain，解释一下，大家怎么都觉得它很危险了呀？OK，大家的这个认知从何而来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媒体的刻画让他的负面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对不对？或者说就是让他深入人心，对吧？你说一直以来啊，媒体说的太夸张了哈，让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危险。就你把这个话再 elaborate 一下，很危险在哪里，或者他是来自于哪里的，对吧？OK，好，那么后面你就可以去举一个例子 example 了。1978年的电影《食人鱼》的这个海报里面说的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食人鱼哈。他准备咬一个毫无戒心的女人的腿，对吧？你举一个例子来说一说，这个媒体的刻画是怎么样夸张了，对吧？OK，好，最后的话你就要来总结一下，你说这样的刻画，哦，你还可以说哈，这样的刻画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引发不必要的恐惧哈。你再来 explain 一下，这个海报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样就让它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呢？你就说它能够让人产生联想，然后引发不必要的恐惧，对吧？觉得它很危险。最后就来 sum up，你说故事虽然刺激，但是它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对吧？它虽然说好像你媒体这样写，但是它实际上食人鱼它并不是真正的危险哈。我们再引出下文，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关注的是事实，而非这种虚构的信息哈，虚假的信息。那么这个段落我把它如果写成英文的话，这就是那个海报哈。
下面这个大的食人鱼在咬这个女性的腿。换成英文我们怎么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Despite the fact that, okay, 这个食人鱼 are relatively harmless, many people continue to believe the pervasive myth, 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台湾话说叫做迷思，对不对？非常流行的一个迷思，哈。That, 食人鱼 are dangerous to humans. 好，第二句话，this impression，你看这个主谓是不是上一句话的数位啊？Dangerous to humans，对不对？这个印象，OK，好，它是怎么样？Exacerbated 哈，被什么东西所加剧了呢？By their mischaracterization in popular media，被这些大众媒体啊，它的 mischaracterization 就是给它身上泼脏水，对不对？OK，乱扯哈，胡扯一通。好，那么我们后面你可以可想而知，下句话就要介绍这个 mischaracterization，对吧？是怎么样对它进行胡编乱造的？For example, the promotional poster for the 1978 horror film, OK, 它 features an oversized 的这个，它这个食人鱼，对吧？它 poised to bite the leg of an unsuspecting woman，对吧？OK，unsuspecting woman，好，就说这位女性啊，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对吧？这个食人鱼要咬她的腿，这个 horror film 啊。他这个有这么一个刻画，好，下面一句话你继续再解释一下，such a terrifying representation，这样一个让人家觉得说非常恐惧的一个这样子的刻画啊，它是不是上面一句话的这个数位呀、啊？对吧？OK，这个你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它这个 features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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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一个数位，对不对？甚至可以把这个 for example 后面的全部都当做数位都可以。OK，这个例子本身就是这个数位哈，它这样子的让人家觉得恐惧的刻画，easily captures the imagination and promotes unnecessary fear，让人们感到非常的害怕哈。好，最后一句话你就要总结了，while the trope of the man eating 这个说虽然说这样子的夸大其词的这样的说法，食人鱼会吃人，这样子夸大其词的说法。它 lend excitement to the adventure stories，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冒险故事啊，充满了刺激感哈。OK，好，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的是前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三个句子，把它已知信息都做了一个总结，对不对？OK，他说你这样子虽然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刺激，但是哈，它的数位就来了，it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real life。OK，它和我们真正生活中的这个食人鱼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哈。OK，little 作为一个否定词，对不对？根本就不像。OK，好，最后就说他说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fact than fiction。OK，说你应该要更关注这个 fact 而不是 fiction 哈。Fact 前面也说了对吧？Fiction 前面也说了。好，humans may finally be able to let go of this inaccurate belief。我们才最终啊，能够去忘掉 let go of，对吧？这一种不准确的想法哈，就是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到我们说在写段落的时候，你可以遵循这种结构 S E E S，而且这个一不一定只有两个一哈，你可以有三个一、四个一，当然也不要太多了哈。如果说你在一个标准化的考试里面，一个比较短的文章里面，你这个一太多的话，你这个句子的结构也是有点，就是偏颇的哈。好，就让人家觉得有点 redundant，说了废话连篇。OK，不用说太多，就2到3个一就够了。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段落还是非常遵循我们刚刚说的主谓和数谓的原则，对不对？一定是后一句话的主谓是上文的数谓，上文提到过的已知信息，哈。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在段落层面怎么样展开哈，要有中心句。要有，然后中间要有 elaboration，有 example，对吧？explanation，然后最后也要有个 sum up，OK，sum up 总结上文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来看看这个句子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句子，这个段落它的问题在哪里？它符不符合我们 cease 原则哈？快速的看一下。有没有同学可以跟我们告诉我，这个段落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突然讲人了，哦，是哪里突然讲人了？你觉得是这个？their fear of humans make sense，对吧？make sense，对吧？哦，when confronted with humans，是吗？这个开头 s 和中间不搭，very good，OK，好，这个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哈，同学们说的这个突然讲人了，他这个其实呢也有一点跳跃，但是呢，对，他的确比较跳跃。比如说你前面那句话，他说的是说他其实很少吃大型的动物，对不对？那人是不是动物呀？对吧？你这个人怎么说呢？他也算是动物，对吧？OK，好，那么他后面说他吃的是些小鱼，对吧？或者是小的这种水生物，那后面就是说当遇到人这种动物的时候，他其实也算是有逻辑关系的。其实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同学说的，他的这个中心句和后面的不搭。其实也就是说，the paragraph has no topic sentence。你可以看到他的句子这个段落是没有中心句的。OK，如果你把这个句子当做中心句的话，就会产生我们刚刚同学说的，中心句 control 不了你整个段落。OK，你后面就说是什么呀？你说这个食人鱼它被人吃了。OK，它被人吃的这个数量比它吃人的这个数量还要多。你这，你前面说的是食人鱼它吃什么，结果后面又说到食人鱼去吃人，比人吃食人鱼的这个数量是要少很多的。你这感觉就前言不搭后语，对不对？你这个中心句就 control 不了你整个段落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一个中心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就可以说，although most people consider 他们是 to be quite dangerous，they are for the most part entirely harmless。他们是没有什么危害的，对吧？那么你怎么展开它没有危害啊？就说啊，他们不吃动物，他们只吃一些小鱼或者是一些水草，对吧？然后和人相比的话，攻击力根本跟人没有办法比。OK，这就是对他这个 harmless 的一个展开，对不对？好，这是这个段落的问题哈，它没有中心句。好，那大家看看下面这个段落，它又有什么问题了呢？中心句有了。这个段落还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呀？没有结尾句，可以，很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难找哈，我们就不。就这里就不再给大家去猜了哈。对，它的确没有结尾句。它的问题其实是主要是在于 the paragraph has more than one controlling idea。也就是说，它其实哈，你看到中心句说的是它 harmless，对不对？你看到它后面说的什么呀？你说这个南美洲的人他们吃食人鱼，它的主语说到了是人呢，它强调的是他们去吃食人鱼，对不对？后面还说他们怎么吃食人鱼，对吧？啊，他们把它烧烤了，然后还用这个什么呀椰奶来巴拉巴拉巴拉。这你吃鱼和你吃鱼的方式和这个鱼 harmless 有关吗？没有关系，对不对？你从这里开始，完全就是属于什么呀 irrelevant 的信息哈。所以这个信息的话，如果说它是这个句子的一个核心的观点的话，那你这个句子就不只有一个 one controlling idea，you have more than one controlling idea。所以这个句子是完全可以删掉的，OK？甚至你可以从哪里删掉呢？OK？你甚至可以删的更多一点的话，你可以从 their fear of humans 开始删，OK？不用说这么多的废话，然后最后反倒是加上一个 sum up 的句子，就是他们是 harmless 的哈，我们不用去被这个大众媒体所误导，OK？要去相信科学哈，相信是客观的事实。好，这是我们用这两个段落来跟大告诉大家这个句子结构哈，你要遵循这个结构，你要有一个 controlling idea，然后你一个段落也只能有一个 controlling idea，你不能有多个这个中心的意思，你有多个中心的意思的话，你个句段落就会显得很乱，OK，层次不够鲜明哈。所以说，大家在写 body paragraphs 的时候，不要把多个论点揉到一个段落里面去说，就说老师，你看我有 first、second，巴拉巴拉巴拉。你既然有 first second，你能不能把 first 作为一段，second 作为一段，对吧？你不用把它们揉到一个段落里面去。
因为你那样子的话，其实你虽然有 signposting，你虽然有路标词，但是你这个段落还是太长了。我觉得我读完了之后，我也是云里雾里的哈。大家要学会用一些办法，让你的文章看起来更加的有条理。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个 report card 第八段哈，就比较简单的这个 report card 表示是成绩单，对不对？OK，成绩单哈。好，他的这个成绩单啊，也不是 without blemish 哈，也不是什么呀，OK，也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OK，瑕疵哈，blemish 瑕疵。好，后面就说到了这个某国，也就是我们中国，对不对？OK，中国我们在打击这种课外辅导方面，对于这种线上教育啊，这种在线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好，他说这个呀。这个had fallen by 2/3，对吧？Wiping out $18 billion in stock market value，一下子就给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值啊，抹掉了180亿美元，对不对？这个 wipe out 啊，灭绝是什么东西？灭绝在这边表示的是，一下子就让它的这个估值就下降了，对不对？OK，下降了很多哈。好，继续，然后呢？他提到了中国哈，这个猿辅导 and 作业帮，OK，这两个例子大家可以把它积累一下啊，作为我们中国比较 local 的例子。Could it be worth a fraction of their pre-crackdown valuation？巴拉巴拉巴拉，OK，他说他现在的估值啊，只是他在中国展开专项行动之前的这个估值的一个 fraction 了，只有它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了，它的这个市估值啊，大幅的下跌，对不对？然后呢，the Chinese experience has rattled investors。那么中国的发生的这些事情，让这些 investors 怎么样了呀？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了，对吧？让市场产生了恐慌的情绪。好，第九段，继续哈。他说呀，这个it blocked a possible exit route for Western startups, some of whose VC backers may have hoped to sell them to China's ad tech titans. OK。他说：“中国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呀，给西方的那一些初创公司啊，他这个就是给他们堵绝了一条退路，对不对？他们其中有一些哈，他们的这种风投的人，开始指望的是说，我把你投起来之后，我就把你们卖给中国的那些教育科技的那些 titans。titans 是什么呢？它本意是神话里面的巨人，对不对？在这里面就表示的是行业的巨头，对吧？把那些初创公司一些比较好的。”初创公司把它孵化出来之后，转手就卖给中国的这种教育科技方面的巨头，啊，这个 Titan 就表示是行业巨头。好，OK，好，然后继续我们说，Since then, at least 15 Indian ad tech companies, including Baidu's, have created a group promising to scribble new codes of conduct. OK，好，这个至少啊。从那以后哈、啊，至少有15家这种印度的这种教育科技公司，包括像 Baidu 啊，他们就是什么呀，创造了一个这种集团体，对吧？OK，他们要去有新的这种 code of conduct 啊，有新的行为准则。OK，这个 scribble 就表示是匆匆的书写啊，匆匆的出台了一些这种新的行为准则哈。OK，好。好，来规避这个。国家行政的这种监管哈，Western ad 第十段，Western ad tech firms are unlikely to face similar strictures。好，他说，但是中国虽然这样，但是西方的这些公司，他们不太可能会面对相同的这种法律方面的限制，对不对？Stricture 就叫做限制哈。好，然后 shares in ad tech companies that listed in America last year are mostly trading below offer price，这也是一个经济学上面的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就叫做什么呀？叫做发盘价，对不对？OK，说他们比他们的发盘价呀，其实是要低的哈。好，然后继续，然后就是说哈，11段，an influx of users and money in the pandemic has given more firms the muscle to expand，给他们了一些肌肉。OK，这个 muscle 就表示是能力，对不对？让他们有能力去 expand abroad and to find ways of retaining users for longer。好，第十一段
继续哈，他说他这个 reckon somebody reckons 哈，这个 reckon 其实表示是某个人他认为，对不对？OK，好，他是这样，他有这么一个观点哈。好，继续，他说这个it has spent at least 这么多钱对吧？28亿美元 on a dozen acquisitions 啊，去兼并很多的公司，in an apparent attempt 啊。为的是什么呀？To string together services 啊，把一些服务能够 string together，表示他们把它们联合起来、串起来，对不对？OK，好，能够让这个软件能够 allow to reach learners of all ages，能够服务各种不同年龄的群体哈。好，最后 a big listing might teach at tech skeptics，好，他说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样的 listing 呢？叫做上市，对不对？说如果这些公司能够成功的上市的话，OK，就能够让那些对于教育科技行业持有怀疑观点的人，给他们上一课，对吧？OK，好。好，这是我们刚刚快速的把单词过了一遍，因为这篇文章它的单词的确是句子也不算特别难哈，所以我们还是把目光主要是放在写作层面上。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两节课说的。我们说写作理念层面一定要注意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不要去写一些太生僻的东西，那种你可能背了，你就GRE才会考的那种单词，对吧？OK，你这不只有雅思阅读才会写的那种单词，你自己说人话不太会说的那种单词，不要去写。OK，更多的是在细节层面去体现你的能力和用心，要做到 be reader friendly。那么怎么样能够在细节方面做到用心呢？OK，我们要做到简约而不简单，对吧？OK，你虽然我是说你不要说一些那种太复杂、太生僻的词汇，但是你也不能够说我就摆烂，对吧？我就躺平，我就随便乱写，那也不行哈。比如说，我们说在段落层面的话，我们有 sees 这个结构，对吧？你要有中心句，你要有结尾句，中间这个两个一的话，example explanation 哈，2到3个就够了。好，在标化考试里面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在句子层面的话，我们说其实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物称主语句，制造冲突感，对吧？OK，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句子有拟人化，比较客观。还有另外的话就是注意啊，主谓和述谓，句子和句子之间，你的句子的主谓是出现在句子的开头，那么这个信息它一定是前文提到过的述谓，来自于前文的述谓。你不能够 parachute 一个，不能够空降一个新的主谓出来哈，这个就叫做 jumping from one idea to another 哈，illogical 没有逻辑关系。词汇层面，我们说要灵活运用词汇，你可以把词汇的词性变一下，它使用的场景变一下，在描述趋势的时候，一定要用词要用到准确哈，不要任何都是用一个 increase，这样就太感觉非常的粗糙哈，粗线条。然后我们还说了一些债权教育，包括像投资方面的一些表达，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积累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两节课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哈。那么今天回去的作业的话，就是复习、归纳和总结。然后你要写一篇这个，其实说是250个词，但是如果你只写250个词的话，肯定是不够，但也不用太长哈，不用超过350个词，是关于这个题目的，就是说大学它会给学生们有一些这种在线的课程，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对吧？OK，好，围绕这个题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方法用上哈。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句子真的是 logical 的，是 flow 的，是流畅的，OK，是 coherent 的，把这些东西用上去，然后看到你大家的段落结构是符合我们 SIS 的这样一个结构的，OK，在用词层面是比较灵活的。这段开头第一句 "not straight as then"，这是哪一段来着？稍等哈，我看看，第11段对不对？好的。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是对，好有，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偏缩写，然后又偏口语化的表达。它的意思就是说，由此可见，然后就是，就是说由此可见，科技教育行业并非全部都是像上面所说的那个，就是 turn a profit，对吧？OK，那么的这个
那么的那个，它这是一个缩写，就是说它这个句子没有把它写完整。然后，如果要更加详细的这个句子的话，要不我们在，是下周一吗？还是下周二？我们是不是有个8点钟有一个问答的环节？我到时候再把这个完整的句子写给大家，OK 吗？我们今天有一丢丢 overrun，OK。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问的吗？如果没有的话，要不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集中的哈，先准备好，甚至你可以写一个 Word 文档，就把那个自己的问题放在那个文档里面，然后到时候我们在那个时间集中的解答。好的，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期待的看到大家的作业哈。如果没有交过作业，或者是还没有二改过的同学的话，或者二改过的同学其实都可以交，因为如果实在没有同学交的话，我们二改过的同学也可以三改。OK，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See you。